我是一只吉利猴，蹲在厕所露个头，这个裤头还没人舔呢，咱们就在这儿蹲一波。哦，裤头这么香，肯定得来人，这要不来人，我直接现拿现吃。刚才好像有个飞机过来了，哎呀，这小子直接跳起来了，他想过来捡裤头，注意细节，咱们不能让他发现。哦，这个时候一定要等他过去捡裤头的时候，哎，你干啥？你趴下干啥？你个老六！这个小子当老六，但是他没有我优秀，一颗帅爆雷，我直接给你丢过去。嘿，击倒！这小子懵了，人在哪儿呢？这小子没找着我，兄弟等会儿啊，我马上完事儿了啊。哎呀，舒服，直接给他补了。那个时候我刚舔完裤头。就发现天上来了一辆飞机，还敢打我，臭小子没点数。李老师有个球。全懂了，细节全都是细节，秒补秒补，一点都没慌。这啥呀？哎，怎么还有个人呀？这一局侠级霸局法果然名不虚传呀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，看我直播。